我是陶富秀，我在泸州市古宁县建筑苗族乡用苗族刺绣绘画幻彩三星堆。我想做一个苗族刺绣版本的三星堆人物画。这是我用苗家刺绣创作的三星堆人物画，你快来加入幻彩三星堆吧。你对三星堆有什么认识？我从电视上看到三星堆的文物，很精美，很神秘，值得我们去学习。请问你有三个词来形容三星堆？神秘、神奇、令人惊叹。为什么用这个做作品的灵感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苗族传统的刺绣手工业，我想借这个机会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推出苗寨，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，喜欢我们苗族文化，让我们一起为三星堆上色吧。